我们去找敌人吧。哇哦，有人在急杀人呢、欸，剩下31个人，50滴血好玩就是，有些玩家会很龟。对，我就在讲你，我就在讲你，我在房子里面的，没有，我开玩笑，我这样讲他们就会觉得，哪里在讲我？没错，就是你，龟在屋子里面的，龟在塔上面的，我没有偷看你们，可是我知道一定有人龟。没有抢到车，有些人会选择不抢车，先归起来，然后有些人会选择降落先抢车，然后第三种就是没抢到车，也不想归，到处乱走，然后可能就摔死了。我现在抓那种边边角角的，等一下一定会有人在跑圈，归太久会跳下来。我之前打排位赛的时候啊，常常看到敌人就是在最后缩圈之后从那个塔上跳下来，然后我就在圈边呢。直接那个开关镜直接收掉，排位赛最常遇到，就是很多人会跪在塔上面房子里面，但最后缩圈的时候才会出来。后面有一台车，哎呦，剩16个人哦，50滴血果还是很残酷的哦。这上面是6人，吓吓他。哦，其实我可以把车开上去，只是我觉得等一下我会被堵死。你看后面有人，后面有人，哦呦。车友，车友，车友，车友会按喇叭提示一下。车友，车友，车友，车友按一下喇叭提示一下。这我们还活着。塔上面有没有躲人啊？哎，这个塔上面没有，不然就躲在桥下面啦，躲在这种下面也会有人。现在没有车，基本上。出来应该会GG啊！哇，这个最后缩圈不太妙哎、欸，不会是缩在水上吧？哎，现在是50滴血加手榴弹好了。哎，这台怪卡，这台怪卡竟然被开到水里面去了，是怎样？这会不会开车啊？应该是不太会开车的哦、啊。哎，水位两用车，你把怪卡撞到路面来，路面来你就可以开水位两用车了，不是，你就可以开怪卡。我是水有两用车，我就会装一台怪卡。飙车组，好吵、喔！飙车组啊，飙车组打招呼。剩下13个人，也没有水有两用车要救这台怪卡、啊。你撞他两下上岸，你就可以开这台车了。我是教一个坏方法。哦，有人滚下来了。哎呦，他想砍人，他想砍人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他挥刀，他挥刀，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，不要离他太近，可怕，可怕！他挥刀，他挥刀，挥刀是坏朋友，不要交到坏朋友啊！师长都会这样跟你讲，离坏朋友远一点。哎、欸，我看到一个人在跑，是我错觉吗？哎、欸，原来是我看到一个人在跑，两只脚的啊，应该是两只脚的、啊，哎、欸，看错了。哇，哎、欸，这个最后圈会缩在水上啊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！哑巴，哑巴，说到水上对我来讲就不妙了。大家都躲得很好哦，根本就是鬼抓人啊！这叫做这不叫碰碰车乱斗，叫鬼抓人乱斗啊！开车的就是鬼，然后躲起来就是人，鬼抓人。有没有人啊？啊，完蛋了！哦，缩对面，缩对面，还好还好，是缩对面，不是缩水上。我有一个人，他开车了，没有。刚刚原本要撞他，想说算了，因为我刚刚怕他说他切下去，先过去吧。有人不小心摔死，哈哈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好吵啊！按一两下就好了，有必要按那么多下吗？不好意思，遇到怪怪的观众了，有些玩家怪怪的，可能平常压力大，应该是压力大的。哎、欸，他们在坐水两用车嘞，我看一下，正在撞吗？没有，他们没有撞，他们没有撞，他们不想要车子坏掉吗？那个怪卡卡到水面是可以救起来的，只要你把它
弄出来就可以了，就是一撞它，撞到岸上就可以开了。来看后面骑机车的技术好不好？这到哪里的车吗？挑战一下你的技巧。咦？以为卡住，其实没有。机车驾训班啊，叫机车驾训班。哎呀，骑不过去了哈！我就跟你讲了，哪里骑机车的技术超级好的，特别是 Free Fire 啊。吵吵的，离开这个怪怪的人，离开这个怪怪的人。我就按个一两下就好了，狂按的感觉上平常精神压力比较大。剩下十二个人，剩下十二个人，我看看大家躲在哪里。哎，水陆养肉车等一下就要被缩掉了，他们还是要上岸的。我觉得应该不会缩下面，应该会缩上面。水陆养肉车现在几台啊？两台。哎，两台。哦，有台跑车，有台跑车，太晚了吧？他要吃毒了啦！哇，跑车直接跳水了啊！他完蛋了，他被撞了。跑车那个跳水了啦，他那个很危险啊！岸上有我，水上有两台水陆养用车，他要怎么活呢？也被车撞了。哎，被撞死了，水上又被撞死了。我就把声音关小声一点哦，太吵了。哎，我听不到了，我听不到喇叭声了。你们应该听得到啦，我把那个耳机的声音调小，就听不到了。不好意思哦，他怪怪的，请原谅这个观众，他平常压力大，就是怪怪的玩家。我们俗称怪怪的玩家就是这种的。希望他赶快被撞到，就不会再按了。他就再也没有机会按喇叭了。剩下十个人，剩下十个人。哦呦，哈，蓝卡那个，蓝卡那个，故意往回撞。哦，学生圈快出来了，学生圈快出来。哦呦，骑进去。晚上好！哇，决胜了，剩十个人，只有一个人活到最后啊，太可怕了！哇，要怎么活呢？水陆养肉车上来吗？碰碰车乱斗无时，第一节挑战赛即将进入尾声，现在一下车可能就被车撞死。奉劝各位年轻人，爱护生命，不要乱下车，一下车你可能小命就没了。晚上好，完全是拼技术的时候了，拼技术加运气啊，技术加运气。哎，有一个人，差点撞到他。哎呦，哎呦，想空拳打我，还有，来来打我啊！他等下就被撞飞，我要让他被撞飞。来啊，有种来撞，来打我们啊！等下跌倒死掉是不是？摔死了！我又说会跌倒死掉，我根本就是神预测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年轻人啊，年轻人完蛋了！哇哇，撞不到他，还没撞，还没撞！哇，最后决胜哦，最后决胜哦！哇，就看谁可以开到最后啊！只有一个人可以微笑离开这个场啊！哇，决胜负了，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，有点紧张。哇，剩下七个人，最后的决斗了。哇，最后的决斗了。哇！
最后的决斗啦，我赢了，耶、yeah! ！拿铁获胜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观众，我下来，我刚刚觉得最后我应该下来拼一波了。我刚刚砍到一个 72D， 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直接死。哎呀，各位不好意思啊，那个没有游戏体验啊，可是我满满的游戏体验。相信拿铁就是吃鸡，这个名言你买不懂吗？啊，感谢这场的所有观众啊，谢谢你们让我吃鸡啊！哇，压力山大，亚历山大，哇 ，OK 啊，第一名，第二名枪霸，第三名是六六，很棒，谢谢大家。那如果大家喜欢拿铁影片的话呢，可以帮你喜欢持续订阅，打开通知铃铛，然后可以帮影片分享去给你的朋友。后面有一句需要 FIFA 的攻略情报，也记得订阅 YouTube 主频道、副频道、玩具频道、哪一频道，就是我推荐 IG 粉丝团搜寻我播客拿铁。就可以找到我了，也谢谢你的收看，我们下个游戏见，大家晚安。